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旷世奇迹，这是一部世界交通史上的英雄史诗，这是一段承载着中华儿女民族复兴的辉煌乐章，这是一座华夏儿女创造的不朽丰碑，一条条蜿蜒在亘古高原上的康庄大道，被人们称作是铺就在彩云间的吉祥之路。这是一条因茶而起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茶马古道。今天，茶马古道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成了一段历史的符号，这条路有了新的路名，国道214线，更多的人会称它为滇藏公路。滇藏公路起于云南西部的交通枢纽大理石下关，经丽江、中甸、迪庆、德钦进入西藏，最终到达拉萨。公路全长1300多公里，这是一条进出西藏风景最为优美的公路。下关的风月，丽江的恬静，梅里雪山的壮美，芒康盐田的大气，无不给人留下深深的记忆。滇藏公路未修通以前，沿线地区的交通十分闭塞，仅有一些山间驿道。滇藏人民的交往主要靠藏族和纳西族人民赶着牦牛、骡马，穿过白芒雪山、红拉雪山和金沙江、澜沧江等天险，把西藏的药材、畜产品等运到丽江和下关，把云南的茶叶、百货运到西藏。在离云南迪庆州不远处、靠近公路的地方，今年53岁的夏山泉，因为左手疾患，30多年前，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开办了一处客栈。用他的话来讲，这既解决了他的就业，也成就了他从小就有的一段梦想。我是在83年就开这个客栈，像我们这个客栈来说，以前就是靠的是背包客，就是穷人的这种生意。那么我们多少是不是就业了，也是就业。现在这个客栈由于修公路的这些种种好的条件了吧，我们的设施啊，我们的这种规模啊都发展起来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就业了。在谈起当年道路不畅给人们带来的不便时，下山泉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83年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没有路，连游客过来还要抱着石头转圈子，一不留神就会掉到金沙江里。我们驮啤酒、驮水，这些饮料、食品全部用马驮进来。有的时候是你从桥头拖东西出来的时候，它天气很好的，不过这里就是说这个垂直气候，一天有3-4种的变化，或者是4-5种的变化。你来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半路上下了一场暴雨，过了一个沟的时候，这个沟全部被水冲了，我们过不了，我们就得在半路上住一个晚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过是过了那个水沟了，不过有一个山包那里垮了一堆，这个马驮东西的时候就从那里就掉下去了，连拖到的东西连马就掉下去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呢？让下面慢慢的活它，让它站住，然后它再慢慢的又爬上来，那这种非常危险啊。藏族是个好茶的民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宁可3日无肉，不可1日无茶。在藏文文献典籍和《旧唐书》，都有关于藏族人与茶的记载。
选用西藏的好酥油，加上内地的好茶叶，才能打出鲜香可口的酥油茶。如今，酥油茶的芳香已经随着公路飘向了西藏以外的远方。当年从云南进藏的部队，就是沿着这条古道一路走向高原，并参加了著名的昌都战役，随后又挥师东进，驻扎察隅。上个世纪初，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写道，滇西和新疆肯定是亚洲最遥远的地方，这里也许从来听不见汽车的喇叭声，要在这样的高山深谷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样的不可能中，滇藏公路于1950年在原来茶马古道的基础上开始修筑。1973年10月，滇藏公路竣工通车，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和云南间的道路交通，方便了进出藏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往来，茶马古道焕发出了新的活力。2015年5月，国家又投入23.4亿元的资金，修筑云南至西藏的又一条交通要道——滇藏新通道。该项目已经正式投入建设。这条横贯新疆喀什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公路，是国道219线，是我国西部边陲一条重要的干线公路，也是国家丝绸之路经济路网带规划“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公路全长2143公里，公路沿线多为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沿途翻越5000米以上的大山五座，冰山打板16个，冰河44条，穿越几百公里的无人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通行环境最为恶劣的公路。来到西藏、去过阿里的人都说，遥远的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大美的阿里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使无数人为之魂牵梦绕。但遥远的距离和难行的道路，又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在2013年10月之前，这条连接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的唯一的交通干线，仍是一条漫长而难行的砂石路。2003年起，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开始对这条公路按照3级公路标准分段进行整治改建，工程总投资达到30亿元。经过10多年的持续建设，于2013年10月实现了沥青路面全线贯通。国道219线油路的建成贯通，结束了西藏最后一个行政地区不通柏油路的历史，同时也使西藏与新疆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和便捷了。新藏线是从新疆叶城县进入西藏的唯一一条进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公路。从1950年5月起，新疆独立骑兵师和一个骆驼团，在1800名民工的支援下，自于田经普鲁
修建入藏公路新疆段。1950年8月1日，新疆军区决定派遣进藏先遣连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先期任务，由骑兵师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总指挥，从新疆于田出发，开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艰辛之旅。这个有汉、维吾尔、藏、回等七个民族，共计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仅凭一张自绘的地图和一个指南针，边侦察边前进。在挺进藏北1年多时间里，先遣连先后有63名军人英勇牺牲，400多匹骡马、骆驼也未能幸免。当开国领袖毛泽东听到进藏先遣连英勇悲壮的事迹后，连说了3句“盖世英雄”。一路悲歌，一路辉煌，一路红旗飘扬，这是对进藏先遣连最为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画卷之一。先遣连用双脚踏出了一条北起新疆于田、南至西藏阿里的道路，李迪三本人也为此献出了他年仅35岁的生命。随着阿里的和平解放，修筑一条由新疆至西藏的公路已经纳入到国家的计划之中。新疆交通厅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了新藏公路勘察总队，具体担负这条公路的勘察工作。公路于1956年3月正式开工。今年94岁高龄的丁少祥老人，一生从事公路的设计工作，在他的印象中，新藏公路给他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记忆。解放军到于田，晋江到于田就开始造这个进藏的公路，进藏的路，新疆的公路局派了。新藏公路看了总队去了有20个级的干部，新疆军区又调了2个测量队，一起就让你成立了一个新藏公路勘测总队，最后再找到现在这条公路这条路。今年81岁的周金河老人，退休前是原新疆路桥总公司总经理，也是第一批参加修筑新藏公路的建设者。他说，新藏公路是他最长最长的牵挂。在我们修这个路之前，整个这个阿里边防军需民用全部是用骆驼队，当时南疆军区专门有骆驼大队，是编制上就有，建制上就有骆驼大队，要把整个阿里地区的军需民用物资都用骆驼驮上去。后来施工了以后，条件是很艰苦的，没什么施工机械，全靠人工修这1000多公里路。为了修筑新藏公路，新疆自治区交通厅专门成立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哈萨克等多民族组成的代号为308的筑路大队，人员上千名。阿卜杜热合曼·赫利里曾是筑路队其中的一员。时隔半个世纪，每当他谈起那段经历，总是充满了自豪。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308猪肉大队是20多年在新藏公路捐那个阿里地区修路养路，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在这个观念。因为这些219公路、219线就是国防公路，就是维护巩固边防的一个公路，这经济意义非常大，战略意义也非常大。那时候是有一种革命的感觉，就是为祖国、为边防、为国防。所以我们当时去的话，虽然苦，生活也苦，这个气候也习惯不了，但是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上的就是为了祖国。经过一年半时间的修筑，1957年10月6日，全长1210公里的新藏公路修到了阿里地区的噶尔县。这条公路将中国西部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在随后的岁月里，这条公路被不断地向前延伸，最终与拉萨实现了通达。沉寂了千百年的藏西极地上，第一次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今年75岁的维吾尔族老人艾买尔伊提，曾是新藏公路上的第一代汽车兵。如今安度晚年的他，在空闲之余，会经常带着儿子去看看他当年驾驶过的汽车，讲述那一段辉煌的岁月。同样是75岁的维吾尔族老人阿木提·萨乌提和67岁的买卖提阿匹兹，因为一同参加过修筑新藏公路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闲来无事时，这些老人们总会邀约在一起。每当谈起修路的经历，阿木提·萨乌提老人总会流露出一种自豪。随着新藏公路的通车，阿里地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狮泉河。今天的狮泉河是西藏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也是西藏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修建新藏公路，上千名解放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藏公路沿线烈士陵园很多，在这些墓冢里，既有戎马孔总的百战将军，也有刚刚入伍的年轻士兵，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7岁。1970年，艾买尔伊提从部队退伍后，就开始坚持为那些逝去的战友们扫墓守陵，这一守就是45年。他说，这些人是为共和国而死的，我要让他们安心地长眠在这里。如今的新藏线不仅仅是一条生命运输线，一条藏汉等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交流的通道，还是新疆的一条文明样板路。新时期
他还在新疆交通人的呵护下，正成为团结路、稳定线、旅游线、物流线。川藏公路南北双线、青藏公路、滇藏公路、新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意义公路的历史。由此开始，国家支援西藏建设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世界屋脊，加快了西藏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军队的建制中，有一支特殊的军种，这就是武警交通部队。武警交通部队的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8月1日，1985年编入武警部队序列，是一支军事化组织、企业化管理的工程部队，担负着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工程项目的施工和维护社会治安、处置突发事件的任务，是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支重要力量。多少年来，驻守在西藏的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公路，为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人的词典里，奉献就是天职。许多人可能不会意识到，今天和谐而平静的生活，正是这些军人们用奉献和牺牲换来的。在阿里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军人和路的故事。张小雨呢，他是一名战士，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我们这个项目部呢，当时的驻点是4960米，他那边没有信号。当时他女朋友呢，就是一直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给他好不容易打了个电话，但是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提出来要分手啊。同时呢，他就问这个小张，是吧？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你这个事业，还是爱你这条路，是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晚饭的时候，发现这个张小雨就不在了，他就到处找，啊，没找见。-30-40度，让我们就找他们去。结果他找到那个山脚下，他就是拿着一个手一直拿着手机在收信号。啊，当时那个场景啊，那手都是冻僵了，你知道吧？整个是人都冻得脸都发青了。这个战士们就抱成一团，哎呀，那个哭啊！说实话，现在，哎呀，想起来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战士啊，付出的太多，是吧？那么就是花了20万，最后又在咱们这个项目那个山头上建了一个移动塔。和张建平同在一个部队的韩志军是副支队长，在他的心中也有一种隐隐的痛。当兵19年来，先后有8位战友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人世。在陪同摄制组拍摄路过黑卡兹打板时，他特地走下汽车，他说要看看当年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杨奇同志在2010年8月18日在这个地方因公牺牲，今天我们路过这里，前来对他表示致敬。突破，默哀。这里
过来看你来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交通条件下，几十年来，这些武警官兵们咬着牙在这里坚守着，用他们不懈的努力和艰难的付出，为的是让这里的公路变得平坦，再平坦些。同样是军人，先辈们为了这条路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今天他们又在这条路上书写着新一代军人能打仗打胜仗的铁骨血性。在川藏公路上，在青藏公路上，在滇藏公路上，在每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沿途，都会遇到这样的烈士陵园。张福林、李迪三等无数军人和筑路工人，为了西藏的公路建设而壮烈牺牲。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后来有人说，正是这些志士们，将一条条公路背进了西藏。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热血，换来了西藏高原公路的不断向前延伸。他们的英明，他们的业绩，必将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镌刻在中国公路的建设史上。六十多年来，像动脉和静脉一样连接着祖国内地与西藏的公路，将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雪域高原，托举起西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腾飞。国家不断加大对西藏扶持力度，对西藏的交通运输发展实行重点倾斜。经过几代交通人的艰苦努力，西藏交通运输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调拨支援西藏经济建设95%的物资，以及抗震救灾、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工程的大型设备，都是通过公路运进西藏的，极大地缓解了西藏物资紧缺的状况，推动了西藏建设的发展，助推着西藏各族人民与兄弟民族的共同进步，承载着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浓浓的血脉亲情。